非常高兴可以见到两位在巴萨的活动上都不是第一次参加了，对吧？哇，好多次了啊！我也是，就是。然后今年会有些什么样的期许准备在今天的这个巴萨的活动上？那当然是希望拍卖的数目比去年更高了。<笑>我也是，希望更多的善款用到该用的地方。对，两个人的心现在都在热映当中，一个是风声，一个是建国大业。他是主角。对，我觉得是建国大业是天安门，风声是人民英雄纪念碑。对啊，你这个共产党。我是地下党，共产党的地下党。那原来你是老鬼啊？对，暴露出来了。那你这个女主角真的，我一定会为了你去看这部电影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也十一快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，然后其实这两部电影都是为了祖国拍的。 建国大业，风声。那风声呢，是为了纪念那些无名英雄。那有了这些无名英雄，才会有我们现在的生活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去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东西。嗯，对啊，我们俩今天的见面，就像刚刚小周说的，一个是地下党，一个是国民党。那当然，我们不管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最终都是希望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，能够为现在的好的生活的一个献礼。 为祖国，啊，那不，我当然是一定会支持，因为小周的主演，我一定会去看，为了他去看《风声》，因为我也希望我所有的朋友，喜欢我的朋友也会支持小周去看《风声》。好，你赶快说看建国，建国大业，全国人民一定要必看《风声》，最好也必看。好，谢谢两位，今晚愉快。